今天吃牛扒，用这个酥衣已经整了一个半钟头，然后呢现在呢就一个烧烤的铁锅里面呢煎翻拼两边，令到它有些昆池啊，有些烧烤的感觉。今天有 Chef Apple Jack 来到我们当中，你看到通常都是用个夹来去煮牛扒，比较 professional 的。咁呢边已经煮了一个，就啲牛扒煮完之后要 sit 啦 ，reserve 啲味道。好，睇清楚究竟煎得几成熟，想过窿。牛扒的其中一个灵魂就是这个牛油啦。就刚刚浸完的未煎的状态。好，落牛油冰的喎。哇，隔住個芒都聞到啲香味啊。好，我哋呢個三文魚 Chicken Spanish 嘅餅餅做頭款，跟住呢我哋有呢個蜜瓜 Goat Cheese 同埋那隻甜酸醋叫什麼名字？介紹一下喂。是啊。那隻醋叫什麼？還有隻菜。Balsamic vinegar。是，那隻菜呢？不懂得。OK， 好，我試一下這塊三文魚先。都是試下個沙律。酸味味，啲菜好新鮮，啱啱喺呢個 Whole Foods 度買。稍微有少少鹹，再加埋啲酸醋，仲有哈密瓜，有種精神爽利嘅感覺。你的 pen 挺好的。我們現在就磨咖啡，做這個咖啡雪糕，這個都是這個 Starbucks Espresso， 是不是這個 Starbucks Espresso？ OK， 好，又是隔著門都聞到咖啡豆的香味。這不是你的店嗎？